再练习一下。你，我们其实有时候都很有礼貌，但是我们如果用讲国语可以哈，讲国语会使无？可以，会使。大家讲台语，然后都好用国语、台语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所以你。你我，我，但是有时候我们我也是这样，就是我哈、哦、来表演的时候，有那个文章多字耶哈，然后他，我们指的男生的他，女生的他，是不是？如果是造语是要叫我，你，他。还有呢，他，我们上次有没有讲到这个是什么？男生，这个是什么？女生，女生，好，这样子是在做什么？恋爱，这样在做什么？结婚，这样在做什么？离婚，你快点离婚，赶紧去，赶紧离婚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再把它复习，来。用这只手在你的脸上画一下出来，这个男生是谁？爸爸。对。那如果画一下出来这个呢？妈妈。很好，我们再画一下爸爸跟弟弟上。阿公，阿公跟弟弟。阿公。对，那就是来，我们这个妈妈上次没有来，我们特别哦。这个是男生，男生，这个是女生，对对，很好。那男生女生两个这样就在做什么？他很厉害的哈，谈恋爱了。嘿，那两个人往前走，嘿，就是结婚，有没有？我们在教堂里面哈。啊，可是如果两个人这样子是什么？离婚的哈，因为我们手语。就是用手在讲话，用手的恭维好在秋意啦，哈，手在讲话，你看啦，回去你如果这样画画，你的小孩或者阿孙就会问，谁来讲阿孙的话，孙的声，电话，电话，那这个就是手语，但是我们的手语有两种，一种文字手语。自然的主人的手语，自然手语哦，哈，还有一种文字手语就是手语，来第三声了，哈。
回去有从一数到一百的人极少。number 呀，啊，从一到十，有的人接手也没有啊。接着，哦，我们已经，你我他，阿哥来，爸爸妈妈，阿公阿嬷阿祖，哎，好，接着我们就要打儿子女儿。就是慢的无所谓，哦，你就看老师，哎，都去使用安呢，好，哦，左手是这样子，啊，右手是怎么样，好，哦，你要用这样子想，好，哦，而，哦，不要学快，慢慢拉二的喝啊，二路板路，哦，都倒来了，都倒了，都每次都跟渡人斗耶，好，我们用左手，这个是妈妈的肚子。然后你的拇指为妈妈的肚子飞了来，但是你要有指摇一摇，这个是儿子哈，这是儿子哦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啊下来摇一下，这个是女儿。哦啊，你说潘老师，如果孙子哎儿子各对，安内你的啥呀？这是孙子，好，这是孙啊，哦，孙啊，查甫孙嘿，露啦，啊，查甫孙啊，女生的孙女下来，因为你会说啊，我要不要再摇？不一定要摇了，哦，因为你说孙女孙子，嘿，还有我们国家的国父是谁呀，啊？孙，对，孙中山，哦，他是孙中山，哎，哦，所以那个姓也是一样啊，哦。你看，如果你们问我说啊，我姓陈呢，台湾陈最多啊，哦，姓陈，陈先生。陈小姐，不理解翁姐嘞啊！你要知道为什么？其实手语有时候会有改哦。这个陈，只要台湾姓陈的上多，姓陈的最多哦。那哎，本来陈是啥物？古的啦，旧的啦。啊，但是我们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听障朋友就觉得说啊，我们姓陈最多呢。我们姓陈的上多呢，啊，是安内讲讲好多垃圾，成就，哦，这个成就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就不要了，是他们，后来不会讲，所以他们就只看到那个主任，常常的，啊，所以后来他们只有看到，就有这样子，就一直拍，拍他的那个手背，啊，后来主持人说，陈先生。陈小姐，好，哦，所以手语都是有它的来的地方。我们来说一下那个假，对，假的，真的。然后我们先说真，真就是拇指，当然这个我是第一的，就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很真诚。那，啊，可是假呢？假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以前啊，以前台湾那个生活很辛苦的时候，啊，哥哥闯妹妹，啊，闯弟弟，可是跟他几个干妈疼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那个糖果上面有那个糖的那种，以前的果渣糖，哎，然后一个啊，弟弟妹妹，哦，哥哥我也要，啊，哥哥当那边的话，要分也分不清楚，只好说，你看哦，我们讲了你啊，一袋，他其实放在手，都有弄。
所以现在这个就是假的，哦，我们的手语都是从这里来，都是比较用日常的，哦，所以有些很自然你就会了，哦，好，来，我们刚刚也有讲了，哦，儿子女儿孙子孙女，我们又回来，你我他，我们怎么说，哎，你们，你看哦，我们要加这个门哦，先从我门回回，就是代表哇，很多男女，很多男女，对不对？像说，哎呀，我们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嘛，哈，啊，然后你们，就是你们，哇，好多人啊，哈，然后他们，你看，有很多男生女生，有很多男生女生哦，对不对？就这杂波杂波，所以你看我们手语有没有都用到的，就是，所以我们一直说男生女生。跟国外的不一样，国外男生、女生，哎，冲啥？戴耳环。啊，可是我们现在要戴耳环的人真的很少，哦，就只有。啊，可是如果你比这样，男生女生，你总不可能说敢开灯嘛，哦，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，你看男生女生，啊，哦，所以手语是这样，人家才说全世界最美丽的手语是我们台湾手语。啊，所以你看那国际手语里面用很多台湾的手语，啊，那我们台湾手语为什么会漂亮？因为日本、韩国、东加人港团，哦，啊，然后一关还有这，就是我们是属于东北亚这边的，哦，就比较配合。啊，还有我们有从大陆过来，哦，大陆的那时候有一些大陆的老师，哦，山东啊哪里这样。都有很多，可是他们也都有手语哦，哈，就是大陆的，然后我们有美国的，所以我们的手语就融合的很多，然后我们又有现在又有一些文字的手语，就像说啊，我们来说一个风个，好，那我们如果说风不行吧，哦。公所以我们说公园，好，就花园的园，一个，好，一个，好，介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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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媒婆啦，看小的是女生。所以他叫媒婆啊，女生啊，好，那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、你们、他们，好，我们就用这样子去，就比较容易知道了哈。所以你就会都有用到母子、子子的啊。来，我们现在说大家好，我们来学回去你，人家问你说啊，你学什么？都没给你嘞，手语都没给你。我们要记几个比较简单的，啊，也是日常常常会用到。大家好，来，把你的拇指、食指、拇指、食指，嘿，对对，很好。啊，那个 you too， 啊，这是什么？家，这个家，啊，家搁起的什么？楼，安尼背楼啊，有没有？啊，但是咩，咱安就是家，哦，所以我们说。大家好，聪明，嘿，爬过来了。大家好，对，好跟不好，对不对？不好的是该瞪掉。哎，你会觉得都有很多人第一次学都会，老师为什么好要放在鼻子？因为上次我有讲，我们从边看每一个人都是。鼻子比较高，啊，你看鼻子高又多加一个，哦，那是更高，哎，所以这是好的，哎，来源啦，啊，来，那你们会说，啊，大家一定爱安呢？不用，我们进来以后很疼的，好嘛，哦，大家好啊，就是大家好，哦，
所以不可能每一次听障朋友，因无可能去拍迄个大街啊，好，你那看着。因为有时候听障朋友，他们的音量把球搞起来，他们也很累，他们不像我们，我们是嘴巴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要让他有时候不拍摄，之后给你按那位置，你看呢，好、哦，来，那我们跟着一样会，大家早安，对，哦，这个早安哦，我们就会打这个早安。还有你好吗？我们问一下哦，啊、哦，我们问一下哈、哦，哎，我问这个妈妈，她好认真，她做笔记耶，你们都输她嘞，啊，你好吗？对，妈就是要问一下，你有课不？人家问你好吗？你要怎么？谢谢，我很好。对，我们压一支笑，很好。哦，这个是很，可是如果一拉的话就最，哎，最后一页的最。好，哎，所以我们说，我很好啊，这个很就是这样子。啊，如果一拉的是最。最美丽的女人，最后一页啊，对，好，来，我们这里都知道了，谢谢老师一直讲，我们一定要学会，谢谢就是要对着他，对着那一个人，你要跟感谢那个人，啊，很多人可能都会用这样，其实这样是有礼貌，很有礼，因为咱两个在敬礼嘛，啊，可是大家都会说谢谢谢谢，不是，谢谢谢谢你一定要。对着那一个人，好、哦，谢谢，啊，然后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我们当然踢到别人还是怎么样，你总得要跟人家对不起呀、啊，那要怎么样？我们上次有教这个是什么？对，不对，啊，记得哦，对，不对，那对不起就是对，不加一个起，对不起就是。对，加一个情，对，其实它有的复合都是这样子的哈，所以对，那加一个情，啊，那就是对不起。啊，如果人家跟你对不起，你要说，不客气，哦，你一定要回他嘛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哦，啊、哦。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们复习一下啊。儿子，左手妈妈的肚子，摇一摇，这是儿子。女儿，哎，摇一摇，一直摇一摇，你不要说男生女生。女儿，大家摇一摇。被看摇一摇。我们是
对对不出奇，不客气。哎，对啊、哦，好，我们这最最简单的把它这样子记起来啊、哦。哎，所以吃饭，哎，或者是吃面，哎，把它捞起来啊，捞高高的。面啊，加米加饭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如果平常我们都常常会问人家啊，说你要去哪里？哪里？什么地方的意思啊？就是去。拇指往右一推就是去，啊，就把它食指拉过来就是来，哎，哎，来我家玩，哎，这个是玩，还有小朋友嘛哈。就是游戏的游，哎，玩游戏，戏是什么？拿这个老生的胡子有没有？啊、哦，这是戏，啊、哦，这个妈妈已经知道啊、哦，看戏，你们要看戏，因为看了京剧的那个戏，老人家的老生他会拿着那个胡须，哈、哦。他们台语有一句啊，哎，这里这个翠君，翠君，哈哈，胡须，这就是胡须，你拉胡须就是戏啊，哎，所以最简单的，我们如果学会几个也是很好用啊，我们就请人啊来啦，来我们家玩，哎。啊，你要去哪里？去台南，好、哦，这是台南。我们说东，你记得把太阳拿上去是东，啊，然后绕下来是西，所以这样是不是一天的？对，啊、哦，然后南，南，然后北有没有字形？啊，东西拿往上拿上去就是东，啊、太阳把它拿下来就是西，啊，如果两个啊交叉的话，都是拇指食指哈、啊、交叉，那就是南，啊，那如果把它叠在一起，这就是北，有字形哦，哈、啊，字形的意思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像我们的这个字形？哦、好，那春夏秋冬，我们上个礼拜应该有讲春天，那个风很小，哎，夏天在这边流汗了，秋天这个风比较大一点，冬天好冷哦，啊、哦，哎，春夏秋冬啊、哦，哎，这个都是比较常会用到的啊，啊、哦，家。